人人要知道，天下有很多的国家在大灾难，我们要发挥国际救灾，平安的人发挥，不分贫富，要尽一份力量，不只是呢点滴付出，即使是呼吁呢，当你付出的时候，要尽一念虔诚的心的祝福，而且要祈祷，还要呢，要起一念忏悔的心，忏悔啊，虔诚祈祷啊，这个时候是需要生生世世心心念念，大家啦，哎，合起关怀天下的灾害，而且呢，心心念念爱虔诚呢，为天下祈求平安，这就是咱现在最重要。所以各位菩萨，咱袂用个袖手旁观呐，咱的平安。咱才都爱感恩，咱的感恩才都爱虔诚，发挥咱的爱的力量。所以爱的勇气爱提出来，大家人一个人看一个人，要口口相传，人人相劝，真正的把爱的发挥出来，就是保护平安。